今天来看一下2018年7月8日哥哥弟弟的采访花絮。欢迎来到我们共同需求之旅。欢迎来到我们共同需求之旅。工作人员不明白他俩笑的点在哪，弟弟就赶紧回答：着了。接下来就是哥哥弟弟的互动环节，来满足一下网友的脑洞。第一个就是要他俩在1分钟之内逗对方笑，哥哥觉得这个有点难，但是弟弟却觉得这个无比容易。这个变难。看着就笑了，这应该挺好笑吧？哪还需要逗？两人一对视，立马就笑了。别说了，你先，我自己先笑怎么办？哥哥看弟弟的眼神真的是爱了，再加上嘴上这动作，任谁都会心动吧。而弟弟在看到哥哥嘴上的动作后，不由得抿起了嘴巴，感觉有点害羞的样子。两人就这样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持续了一会，弟弟为了让哥哥笑，就指着后面林子里说：刚才没想到哥哥立马就绷不住笑了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太容易了。好，我来逗你了。接下来轮到哥哥逗弟弟了，可还没开始，两人就有点忍不住了。然后哥哥故作镇定的开始：来啊，三二一，结果瞬间破防。不行，这个太容易了。工作人员不明白他俩为什么这么容易笑，哥哥就说了一下缘由：拍戏的时候老是会互相逗，就是因为一些很好笑的事情恩，然后只要我们俩是那种一旦恩了之后就陷入自动输出了，就会笑很久，觉得可以期待一下阿丽的花絮。第二个就是想看他俩模仿妈妈被经典旅游拍照的姿势，先是弟弟给哥哥拍，这画面真美好。现在该轮到弟弟了。啊，你俩就一样吗？太感兴趣了。你以为你躲得过弟弟吗？没办法，弟弟也只好摆好姿势让哥哥拍。你就是我的追寻，我不想等待你，随时在这待命，我想要做你的唯一。抖音